小，可是向心力很够，每一个都是很 solid 的，每 every single member。那我相信这个传统会继续下去。那我有什么事没有 cover 的吗？都差不多了。亚洲节，跟我们的这个亚洲节在5月19号啊，所以那一天我没有讲座，我应该会要去的，我会过去。所以亚洲节大家有空的话，欢迎参加一下。还有其他的事我有漏掉吗 ？OK， 财务长有没有要讲话？没有。嗯，好，那我们长话短说，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王宏光医生哦，他是我们台湾来的，他在台湾执业，然后又到美国全部重来重考执照，重新 training 哦。我相信他是为了小孩哦，他又很坚定说不要讲为了小孩，是为了自己。然后跟他聊一聊，他最近大概以后退休要回台湾哦，所以跟我们走的路都一样。对，他今天讲的是这个 cancer screening， 我们欢迎他，谢谢。谢谢大家，那个谢谢会长 Frank， 主任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宏光，那个这个光是广东的发音，是说什么黄颜色的黄，在这里很高兴看到大家，也看到很多认识的人，这个主任还有叶祖伟。就是在台湾来的，见了很多朋友。我在台湾本来是做在更新，我的台北医学院毕业，在更新医院做那个外科，做那个 trauma 的。那我大概做了11、12年，就来美国就改做这个家庭医学科。所以我是在那个芝加哥那个University of Chicago 在训练3年，就再回来湾区这样子。那我自己做之前是我是在开始做，我在开始做了有3年，是说开始是很忙的，所以我就干脆自己出来做，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但我是家庭医生，一般科医生，所以说一般就是做这个一般就是说是算是很全面化那个做的事情，不是说是非常是说专哪一科的，所以说这个cancer screening 也算是我们这个科里面，等于说是在那个身体检查当中来怎么来 screen 那个筛检出来的说不正常的东西，从正常当中我们来找出是不是有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个筛检的作用。所以说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今天要讲，就是说是把一些比较普遍我们比较多的那个 cancer 来做一个重点讲。那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的话，就是说占的最多的就是说就是真的最多从上面看下来的话，就是说从那个女性那个 breast cancer 说是有这个这32%，男性那个 prostate cancer 的话就有36%啊。那他是说从这个占了男性的那个 cancer 的那个百分比，这个说是占女性百分比来说。那所以说我今天要重点讲一下，就是说我拿出来就是 prostate cancer、breast cancer、lung cancer、跟这个女性那个我们常常见的说都会讲得到，说这个是 colon 跟那个 rectal cancer、跟这个还有就是女性的这个对这个 ovary uterus 这方面的混合在一起的 cancer。但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在做这个妇科方面的这方面的检查，所以说我比较上平常那个经验对那个没有很多，所以说我就大略那个带过去，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这方面女性的方面那个我没有说是回答的会很好，好吧，先抱歉一下。那个我们的生活环境是说所谓 carcinogen， 就是说我们是说这个。我们生活环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了解的东西的话，就是说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说抽烟
一些工业那个 chemicals， 这个辐射，那个空气污染，这个酒精啊，再来就是说一些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个病毒 viruses， 跟这个阳光的 expose 那个紫外线的 expose 啊。所以说提到这个 viruses 各部分的话，这个时候比较上，我在这里稍微打个岔，就是说，我非常的说，推行 promote 这个预防针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打针，所以说甚至有护士，我们医院的护士推的那个预防针到我们那个 office 里用我们打，我都那个时候不打，那个时候大概不太了解。再后来我比较了解的时候，预防针实际上应该要打。如果说那个 consider 它的这个好处跟坏处的话，好处应该比坏处多很多。那怎么说呢？那我简单举一个例，就是说，那个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有多少这个微生物，我们看不到的微生物真的多得不得了，比我们人口多很多。那有这个疫苗预防针的话，数得出来大概20种左右。所以意思说这个20种那个在预防这个细菌也好，这个微生物也好的话，对人体这个伤害造成相当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说我们人类才会说研究这个疫苗来对付它。所以说从这个很简单的观点来说，我是认为说需要打这个疫苗。那个 virus 说很多，所以说我们有疫苗打的，就是说像这个现在就是说每年打这个流行性感冒那个预防针，我认为是说需要打。好吧，就是说因为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在身体以后造成什么东西，那个怎么一个伤害了也不晓得。当得到的时候，这当然是非常辛苦。那个流行性感冒本身就是会引起相当那个身体那个不舒服。好，下一条。好，我先从这个大肠这个 colorectal， 就是说大肠跟直肠癌那个开始讲。这个说男性女性来说是在这个大肠癌当中占那个说最很普通的，而且我们可能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到认识到这个大肠癌。大家如果说回到台湾做个身体检查的话，这部分都一定会在包括可能在里面的一个。那所以说一般我们怎么样来推行这个大肠癌的筛检呢？这个大肠癌如果说这个筛检当中是说能够降低这个癌症这个造成的死亡率有多高呢？从这个统计来说，就是说超过50%的，就是说这个筛检啊。那如果没有筛检之前，可能说相当高，就是说有这个筛检的话，就这个降低了50%-53%的那个 percentage， 那个 death reduction。那这个有好多种这个筛检的那个方法，就是说有很简单的，也有很贵的，就是说价钱很贵的啊，那个筛检的方法。那好，下一张。这个说有哪几种检查的方法？这个是那个 FOBT 的话，是这个是说那个大便那个验血验大便有没有血那个检查，我们的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这个是很简单一个检查，就是说医生就伸个手指摸拿出来，马上就可以说检验到了。那很简单，但是说。这个准确度也不是很高，但是大概20%-30%那个准确度，但是说降低这个说那个 cancer 那个引起那个 colon cancer 引起那个 death reduction， 大概可能会说降低到那个20%-30%啊，很简单的一个检查。那这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也是一个从那个大便那个检查，这个是就 involve 到这个。就不是说验这个血的，这个是验那个 goblin 的。goblin 是说是不那个不受到其他那个检查的影响。那
但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些影响，就是说像会这个结果会受到那个血的影响。如果说你吃了那个好，他吃了一些那个猪血糕啊什么的话，那个会影响这个检查，或者吃了那个铁剂啊，都会影响那个结果啊。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的话就不会影响那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会不太，所以说现在比较简单一点，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在美国用这个。这检查的话，我们大概是用这个检查比较多。那等那个第三个 flexible cystoscopy 的话，就是说是检查这个大肠可能大概就是说有这个180到200公分那么长的。那这个 flexible cystoscopy 大概是检查说那个从肛门口到那个左边那个生殖肠那个乙状肠的地方，就大概是60公分左右。那但是大肠癌的很多癌症的发生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哦，大概有40%的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是flexible cystoscopy 也比较简单一点，大概不需要麻醉都可以做，啊，没有那么辛苦。如果整个大肠这个大肠镜检查了，整180公分到200公分的检查了是很不舒服的啊，但这个是要做很好的准备才行啊。那这个就 X 光了，这个全名叫那个 double conscious 那个 brain enema， 可能早期的话大概可能在台湾若有人做过这个照 X 光，就灌那个背餐从那个肛门灌进去照那个让它打气，这个 double conscious 是这个意思啊。这现在大概是不用，很少用这种方法做这个了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准确度也不说那么高嘛。那这个 CT 的话就是说是蛮贵的，现在说有人在推行做这个东西，但是目前来说是相当贵，也很简单，那不需要做任何那种那个麻醉，那个就是说在做的话，但是非常贵，现在就是说那个还没有说很推行的这个水平。一般来说它这个好，这个大肠镜就是说我们在常常在讲到这个大肠镜就是说是目前来说是算是说最准确的一个检查。那从这里看的话就是说那就直接，但是说那个准备那个功夫，清肠子那个功夫就相当清洁的好，因为如果说没有清洁的很好的时候，那个大便连在大肠上面来说看不太清楚，小小那个息肉啊，那个息肉那个 polyp 就看不到了。那所以说清肠子那个段时间那个功夫是做的越干净是越好，就是说如果做这个大肠镜的时候，那从一个小小的理论上面说是看到 polyp 是拿了出来，polyp 可以分开，是当然说若癌症的话就当然说马上就说要做手术了。如果说是一个良性的那个 polyp， 良性当中也有说是不太对的，所以说我常常讲说良性当中有时候好的，有时候好这样，那好就是说真的很良性的，好的话就是良性当中带恶性，有恶性的转变。所以一般来说那个 polyp 如果说是有那个 precancerous， 比如说良性当中带恶性那个可能性的话，大概是3年左右就要再重新做一个进去看，若有就拿掉它，有就拿掉它，没有就延长大概是到5年左右再做，没有再延长大概8年7年再做，没有再10年左右再做一次。这理论上来说，如果按照这种 schedule 的话，永远不会有大肠癌发生，因为一个小小 polyp 长大到变成一个那个大的癌症的时候，需要3到5年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说一个 screening 那个作用那个原则是在这里。好，是不是这种 screening 一定？